哇 ，you see 啊 ，the sun 啊 ，very bright 啊。Yes, boss. So how? Shook lah. Next week, go on vacation with your girlfriend, ready? Hmm? You know how it is lah, boss. Yeah, I know. Hey, Edward, you know what that day, I passed a proposal to a client. They like it very much, you know. Thanks, boss. Yeah. No problem. You know what they did, the client? Like you a lot, you know. They boast a lot about you. Say, Edward this, Edward that. Until, like, you know you fong like that, you know. Wow, the dragon spit fire. Wow, the phoenix fly. Wow, ping, bang, bang. Wow, you know. But too bad. Very sorry. Because the client last minute, want next week to pitch for it. Then just zun zun, you next week on vacation with your girlfriend. But it's okay. You go for a holiday. Just go. While the company carries everything for you. We come back, you'll be happy, okay? We just want you to be happy. Okay, Edward? Wow. Hey, you're doing 打緊仗啊？我在煎蛋給 Edward 哦，好啊！加油啊！加油！油啊！哦，加油啊！加油！曬啦！ 要问你，可是你要 promise 你不会生气。嗯。哇，你的脸突然间比你的食物黑了。哈哈哈哈哈哈。我们下个星期的 trip。 可以再 postpone 吗？对不起啦 ，B。Jim 讲 final pitch 真的很需要我。我们的 Bangkok trip 取消就算了。BDO 要钱，结婚也要钱。你以为我很喜欢做工？全部的东西都要钱哇！ 连其他东西就不用管了吗 ？Then， 靠你啊！你要卖几杯咖啡才可以买个房子？20杯，冰冻柠檬茶。Dorothy，你嘅，嗯，谢谢婆婆。你嘅，饮杯冻柠，头脑清醒啊，知唔知啊？知啦。 我要瞓觉啦，我要瞓觉啦。你要像其他人一样白痴是吗？结婚后欠一大笔钱，我在这边辛辛苦苦的做工，那你呢？整天只有 holiday。 你现在又要安静是不是？我又能讲什么？你对啊，哎，不然你去外面找一个女朋友跟你一起。我给你想多几下 ，before 你再讲。我让你选，你要我们够钱买房子，还是你要选择出国？
最后一次在一起，没有讲到钱，没有讲到工作，是什么时候？算了，你去忙你的 Peach 吧。为什么？要有事才可以找你们。你几时没有事的时候找过我啊 ？OK 啦，那我先走了。好，对不起。这次怎么啦？他又要 postpone 我们的 Bangkok trip。又来？你们不是下个星期飞喽 ？Exactly。他说我整天只会花钱，不会赚钱。哇，好可怜哦！你真的不知道他是这种人哎。不过讲真的，我也想去泰国哎。不过我们一起去啊。哇 ，intervention 啊！你的死人头啊，给我坐下！有什么事吗？我人生中最美丽的两位。你哦，最厉害就是对你的人生中的女人好哦，就不会对你的 girlfriend 好一点哦。女人啊，系要锡噶。俗语都有话啦，两情若是长久时，又何须渺毛照照咧 ？Mother， 做弟媳啊，佢识听咩？不要再挖你的鼻孔啦！我生你出来的时候啊，你的鼻子小小的，鼻孔小小的，多可爱啊！哈，现在给你挖的啊，这么大，这么丑，你婆婆的话你听得懂吗？你们两个到底 settle 了没有？没有讲话就是 settle 咩？知道了，妈的，我自己会去 settle，OK？、Okay? 会去 settle， 会去 settle， 你最好真的是会去 settle， 不要像你的老爸这样，以前就是整天讲了会 settle， 会 settle， settle 到现在一个屁股都没有 settle。安娜，哎，婆婆同你讲下，虽然啊，佢日日喺我厨房嗰度，哎，争啲要烧咗我厨房咁，不过我知道啊，佢系一个好女仔嚟噶。我好中意佢，你都好中意佢噶嗬？系啊，听到没有？你的婆婆很喜欢他，你最好等一下回去房间啊，打电话给他。他没有听电话，你 message 他。哎、好好啦，好啦，好啦，你咁长气做咩啫？个仔啊，系乖仔，系叻仔嚟噶。佢收到咪得咯？哎呀，唔好咁嬲，唔好咁嬲。系啦，你个乖孙啊。嗯。嗱，而家婆婆斟呢杯茶，你有胆咪就饮咗佢，饮咗佢咧就当你系应承噶啦吓，敢唔敢饮啊？嗯，饮啦饮。嗯，佢应承咗咧。怎么
初我们所说过的承诺都怎么了？我错的难道还不足够？我只想要多一点点，有这么多难给你的时间。Okay, thanks. Hey, move us. See you, boss. Well done, bro.对不起，娘娘，小弟知错了，请接受小弟的小小心意。你笑啊？Hello, Andy. Dorothy 呢？他跟伟俊去了 Bangkok 咯，你不知道咩？哦。哎呦 ，Dorothy 没有跟你讲啊？没有啦。是我记错，拜拜。拜拜。回来了。没有，我还在公司。真的是不懂上辈子欠了你什么。你跟多罗蒂讲话了没有？还没有。进我房间一下。拿去跟 Dorothy 求婚。妈的，你发笑啊？你可以 serious 一点嘛，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嘞。谢谢你了，妈的。那以后再讲。你就像你老爸一样咯。什么都以后再讲，以后再讲。所以你才有这个姓吴的妈妈，不是 Mrs. Lim， 明白吗？你自己好好的想一想了。他跟伟俊去。泰国？什么？还跟你 break up 啊？不知道。你们两个有什么事好好的讲可以吗？ Dorothy 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子，你不要错过了她，知道吗？想他就 text 他啦，哪有？
人呢？走咗啊？你仲唔追？唔爱啦。去啦，去追啦。我讲唔爱。去追。对不起。妈，我去原告的时候，艾薇有来啊。啊。跟你们讲什么？叫你跟伟俊去 Bangkok 咯。啊？等你状况没有讲，伟俊的那个 girlfriend 是有去嘞。我都没有讲完，人家很 sad 就走掉了。周末你，哎。